好，如果你有抽中的话，可以指定颜色。哎，郑老师，他上次好像也有抽中哎，这次又抽中了。这是第二次抽手机架了，好，第二次抽手机架。有几个颜色你可以指定啊，啊，如果颜色没了就没了。哦，黄色，这个好像第一次吧，好像之前没有中过。三色螺丝最早的版本是这个样子，就是我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这个样子。欢迎来到魔术玩家，这是一个有趣的知识性的魔术频道。好，现在呢，我们要来这个开奖，啊，这个有这个开箱有奖征答送好礼，啊，要来开奖。那今天要开奖的是这个手机架。那影片呢，就是我去那个幼稚园表演的内容，啊，如果你那个不知道呢，开奖是哪一个呢？可以稍微这个注意一下，我上面呢会有写那个手机架，啊，因为我们这次要送那个送的是手机架。好，那先来看一下那个名单。哎。我们有15个名额啊，哈，就是说参加抽奖的名额有15个，可是呢，这个手机架到昨天截止哈，昨天截止的时候呢是只有10个留言，好，只有10个留言，好，那我们就准备来抽奖。那我现在呢，也尝试呢要用这个抖音啊，把这个影片呢啊剪一小段十几秒的时间呢啊放在抖音那边做一个串流。好，这个有参加这个抽奖的呢，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哦，记录一下你自己的留言，哦，看是有参加什么样的抽奖，然后呢，开奖之后呢，开奖的时间不一定啊，哦，开奖的时候呢，看看有没有得到这个奖品，哦，稍微自己注意一下，你不要留言完之后就不管他了，留完之后就全部不管他了，到底有没有得奖不奖，好。那原则上呢，我们这个手机架呢是要抽3个名额，好，哦，有3个名额，哎，这中奖几率很高哎。好，婉琪帮我们抽3个吧，一个，两个，三个，好，3个。这手机架哈，哦，其实还蛮实用的啊，就是放，哎，没有手机哈，就是。应该知道吧？你参加抽奖应该知道吧？放手机。那现在呢，有剩几个颜色，你可以指定颜色啊。啊，如果你有抽中的话，可以指定颜色。哎，郑老师，他上次好像也有抽中哎，这次又抽中了。这是第二次抽手机架了，啊，第二次抽手机架。有几个颜色你可以指定啊，啊，如果颜色没了就没了。哦，黄色，这个好像第一次吧，好像之前没有中过。哦，这个超多次的这个人，李幼犬，这个中超多次的。好，恭喜三位。哎，名字有拍到哈，哦，恭喜三位，那你可以指定看什么要什么颜色。名单呢，先留下来。好，那接下来呢，我要来介绍一个东西，叫做三色螺丝。三色螺丝的由来，三色螺丝是什么？啊，示范一下。这是我做的，这个是我做的三色螺丝。
然后呢，这是卡片，这是卡片，啊，红黄绿，红黄绿，啊，那今天呢，这个刚好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呢，有找到最原始的版本，这个是跟吴大哥买的，还是他送给我的，我忘记了。哦、他有时候会送给我，有时候就是用买的。三色螺丝最早的版本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这个样子。哦、那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所以后来我有自己做，哦、自己做。它的螺丝比较小，它设计哈，差很多，对不对？哦、螺丝，然后有三个颜色，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它不透明。其实最早。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以为三色螺丝是用透明，透明是我改。其实它最早其实是不透明。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那个相片的胶卷盒。哦，那算你还蛮资深的啦哈。还有用到这个，这是底片的那个盒子啊，对不对？它用来变魔术的。但是这里有加了一个亮亮的东西，感觉就质感就不错。三个颜色哈，哎，它是蓝色的哈，后来我把它改成绿色的，红黄绿就是红绿灯的那个颜色比较好记啊，好，三个颜色，然后先把螺丝锁好，锁好之后呢，请观众随便讲一个你喜欢的蓝色，蓝色，哦，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它没有，它其实没有卡片，卡片也是我设计的，我请设计师帮我画的。所以这个其实没有卡片，其实也不是透明的、哦、最早其实长这个样子，而且螺丝很小只。好，那观众选完之后呢，可以请观众呢稍微检查一下这个盒子，打开来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什么机关。看一下，没有。没有哈、哦，好，接下来把螺丝放进去，这个都有锁螺帽的哈、哦。放进去，这是一个类似心灵感应的一个预言啊！你知道我这样咬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不知道。你没看过啊？没看过。没关系。你刚刚是选蓝色的吗？嘿。好，打开来。所以你选蓝色的吗？好、哦，有了。嗯。这一次呢，你会发现你选的这个螺丝帽掉出来。就是把它这个，啊，把它呢这个感应到了哈、啊，你选的这个颜色。那当初呢，我把这个东西呢，要做成一个稍微有点量化的时候，我有是找了好几个不同的盒子，啊、有铁盒子啊，有这一种，好、啊、现成的小盒子啊，啊。然后呢，也有人哈、啊，我有看过有人做玻璃，他拿玻璃罐、啊、做成一个比较好像有点高质感的那种玻璃罐。那因为我们这个是要教学量化的嘛，所以这个成本上呢可能就有所考量。好，那后来呢，大陆也有仿了，现在全世界应该都已经。被发扬光大了、啊、这大陆版这边有一组大陆版，那罐子比较细 啊也是用透明，其实呢这个不一定要用透明、啊、当初也是不透明，然后呢我设计了三张卡片，它也有仿卡片、啊、三个、啊、三张卡片、啊、然后后面我还画了那个螺丝的那个图案，然后这个是大陆做的，大陆做的这个螺丝很奇怪、哦、我要稍微给他看一下，这个尾巴哈、哦，那个螺丝的尾巴是一个长这样子的，然后这个锁螺丝用的嘛，十字的，是长这个样子，他把这个跟这个画成两个画成一样，感觉就不太对。这个是螺帽啊，这个不是，这个是尾巴，尾巴怎么会跟尾巴也怎么跟螺帽也是一样啊、哦？这个它重画的时候，我感觉它好像有一点问题。哦、
那螺丝呢是仿照我选的哈，尺寸是一样的。螺丝的尺寸是一样的，罐子呢比较小一点。好，这个是三色螺丝的由来啊哈。那刚好呢，在整理的时候呢，看到拿出来分享一下。啊，有时候呢，我们是尽量保持魔术的秘密啊，不，这个拿来教学就太多人知道了。可是这个又有冲突。你在教学就希望量化啊，但是呢，你又不希望太多人知道这个啊这个秘密哈。啊，这个很难处理啊哈。那就分享到这边啊，记得按赞、分享，还有铃铛要记得按，铃铛有即时效用的啊。按铃铛你才知道说，哎，我们现在开奖了，到底你有没有抽中，好不好？好，再见啦。